一盘 UV 杀菌灯到底有多厉害呢？下面我们做一下和市面其他品牌的杀菌能力的对比检测。同时放在两个相同大小的缸体内，取同一鱼缸的水，分别倒入两个缸中，开始杀菌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开始提取水样，准备做检测。下面我们去实验室做一下检测。从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结果，一排杀菌灯活菌数量明显少，活跃度低，某品牌杀菌灯活菌数量多，活跃度仍然很高。